看到几个，哇，这下面，这下面，看看这下面，这就像一家四口啊。这四个，哎，小心我被它弄坏了，你这手让开。哇，看这四个，爸爸妈妈，这个也是爸爸吧，两个爸爸，那还有一个小爸爸。有小孩。天哪，这个，哇，这个也太……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。这是一个奶娃娃，这是扭干菌吗？是不是啊，我好像怕我把它弄坏。这个，这个，天哪，这个，这长得太好看了，这个一家五口，这应该是扭干菌啊，这不会是有毒的吧？因为现在太小了，还看不太出来。把他们一家都带走吧。看看这个一家五口，边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，看到没？那边有一颗，下边还有一颗。这边两个小的长在一起的，它们都挨在附近，一长的话就会长很多，好多都长在这个枯枝下面，还不是很容易过去。要把手伸进来，这样踩，不太容易踩到。被我掰断了，就看着很大，但是应该不太好。空的，里面是空的。哎，这个捡回去掰下面的海绵，好玩哎。这边有一颗那个奶浆菌。就是你们叫那什么虫菌啊，这样的。这边有一个不是很容易发现的，你们看到没？这个是剑手青吗？这个就是剑手青。哇，这剑手青好好看啊。还有，这下面还有一个，这长得也太好了吧！这个也是那种很胖的那种，看到没？哇塞！这下面还藏着一个，啊！我把头盖弄断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就是不是很完美，下面有一个洞，这个大。这个下面也是空的啊，为什么这边的蘑菇都下面被什么东西吃空了？就这挨着的有三个小胖墩，这一个也太漂亮了吧！这一个。这个也太完美了，哇！看你们看这一个，你看这颗扭干菌是怎么长的，倒着长在这下面。我怕我把它踩坏，这它就。我来帮忙吗？你要帮忙吗？来帮我一下，小心哦！我感觉很容易就弄坏了它。哦，可以这样。它怎么这么长着？哇，它长得好好呀！哇哇，很完美的一颗哎！天哪，这颗好重啊！这颗起码200多克。没想到它这么完美。你看它下面还有泥，这长得也太奇怪了吧！这个。下面埋着这是吗？是的吧，应该是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它下面好胖，上面很小。片草地，放眼望去，看到没？这边有一颗扭干菌，那前面还有一颗扭干菌。哦，还有一个好的。那远处还有一个，这树旁边，走过去你们才能看到。先把这边这几颗采了，先采这一颗。
它就长在这个苔藓下面的。你们看到没？那前面那边还有一棵，这不好过去。哎呀，这树枝，哎呀，不好过来。这一棵，哇，这个真的是矮胖胖哎，又矮又胖的，这个真的好可爱呀！看，好圆啊，下面圆滚滚的，这棵也太可爱了。然后这一棵，哇，拔着真的好爽啊！这太乖了，这片有些白色的，这是什么呀？就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平菇啊。然后这旁边又是一个小胖胖，小胖胖我来了，哇，拔这个好舒服，引起舒适。这旁边还有一颗小胖胖，我就很喜欢这种苔藓地来采牛肝菌，这松软的很舒服，摸起来，快出来吧，出来。旁边还有一个，这种很嫩很嫩的就特别的好吃，然后它也不会有虫。哎呀，还不好拔。这两个小胖子，这树桩旁边还有一颗小胖子。你看长得好看吗？这边这几颗好像生病了一样，是就是那种白色的，上面蒙了一层白霜，摸起来就是软的湿的，这就不行了，这就不行了，都坏的。哦，你们看这片林子，就这两颗，全这种小胖小胖的。哎，这旁边又在长，这小的可以留一下，下一次摘了，这可以摘了。啊，他们长在一起的。这旁边是一个这种，真的好童话呀，看到没？这边又有一颗，这又有一颗。啊，不好，我怕把它弄断。哇，这个，这旁边，这还太小了。那再长着，这片林子我真的要震惊了，哇，这一棵全是这种超级好的啊，别动，全是这种。这边还有几个童话独孤，石头下面有个，过来了，哦，那个好像挺不错的，过来了。他为什么就喜欢长在这种地方啊？因为我这镜头不能对焦了。哦，哇，看这个，看到没？长得这么好，长在石头下面。看着路边全是小黄蘑菇，小朵小朵的，这些小宝宝，但这种很嫩，这种吃起来特别好吃。这个就太小了，不要。